Kann. Sogar Mau. Katze? Da叫早上好，起床喽，先把嘴巴里药给吃了。今天一直下雨，所以我今天早上是开车去上班的。现在下雨，刮风下雨下雪，我就不怕了。天气冷也不怕了，会开车子的就是好。再等我闺女回来，我们一起去超市。我先在沙发上躺一会儿。闺女回来了，走，我们去买水去，走，走走走。老妈第一次开车啊，代理啊。咱俩都多久没去过超市了？带着我闺女，她第一次坐在副驾驶位置。视频也是借着我妈的车的。哈哈哈！到超市了，买一点。哎，这个葡萄应该好吃，看看这色儿就好看，买一个。买了这么多的水，哎呀，自己会开车子就不用老公开了，挺好。这个辣椒一直要拿的，那两包就够了，辣死人。看。这么多东西，满载而归，我一个人根本就推不动，要闺女拉着，跟毛驴似的。吃饭了，大家猜我今天做的啥？给大家看看吧，今天做的是牛肉粉丝煲，然后再啃一点大葱，这就是我们的晚饭。明天老公就回来了，我要尝尝这个牛肉炖的烂不烂火，这个牛肉这样子的。应该弄了吧，嗯，还行，你看这个都能扯得出来了，他肯定还行。一大口，我闺女还没下笼。哎呦妈呀，不咋烂吧？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这是牛肉什么煲？牛肉粉丝煲，喊了好几遍，没听着，没听着，嗯，做的不错吧？这粉丝，尝尝，看见就好吃是吧？嗯。老妈做啥不好吃啊？嗯。尝一口，看我闺女，这个牛肉有点有嚼劲，我炖了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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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挺好吃的，没吃牛肉呢，怕把你这个箍的牙给薅掉啊。尝尝嘛，还行是吧？嗯。今天去超市，他喜欢喝这个饮料。看我这个蘸这个大葱，可香了，就是咸，还都喝嘴，嗯，嘎嘣脆。